公主啊，这就叫这个冤家路窄呀、啊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！哎，是啊，动，哎，哎，秘书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口飞满引火物，手里都拿着火把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这公主啊，这还用问吗？这些还不是跟我们乡下这逮兔子一样？哎呀，不过我看现在呀、啊，这个谷里当然不是兔子了，是活人了。嗯，这一定是殿下的对头，要不然不会用这种绝子绝孙的绝招。哎呦，原来是真的公子在里边哦。说，在谷里的是不是李克威他们？这画眉百灵在砍了。是，公主，是的。啊！好个该死的东西！我问你们，张天豪呢？他又躲哪去了？殿下在谷顶上往谷里边扔火把呢。哎呦，那跟我们乡下逮兔子不一样了啊！这个谷顶上往下扔火，这个谷口嘛又被你们堵住了，出不来，这不变成那火烤活人，死路一条了吗？可就是啊。这些阴狠毒辣的东西，你们不是人！等我救出了李克威之后，我再找张天豪算账。姐们都来，是，跟我进去。哎，公主，谁敢？小心把你也给烤了。我是来救你的，你快跟我一起出去吧。怎么了？要救我出去？是，我只救你一个人，其他的人我都不管。张天骄，你把我看成什么样人了？你喝，那怎么到这个节骨眼儿他还乐呀？哎，你是什么人呐？哎，你就算是这个铁打铜铸的，这个也会被烧死啊！哎，我看跟我们公主出去算了。哎，别多说了，咱们来霸王硬上弓得了。哎呦，住手！睁大眼睛看看，四师兄到底怎么样？啊？哎，我想他。他不是好好在这睡着了吗？哎呦！沈州八旗跟钟嘉一亦是英雄，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，绝不会自己投身毒活的。可是，公主啊，人家是讲义气的，哪像咱们呢？您要是救人家一个，人家不干呐。就是嘛，您就统统救啊！啊。张，你的好意我心里有。你只要救我们其中的一位，我就对你感激不尽。克威，跟他们走吧。无论如何，我们总要留一条根。不，我不走。别的姑且不说，老人家总要有人侍奉。他是你的生身父母，应该由你去侍奉。可是女婿有半子之意。不要说了，朝下，把我李克威看扁了。刚才六师姐能不走，为什么现在非让我走？要非让我走的话，不如撞死在这谷里。住口！李克威，你好，你要是不走，咱们大家都别走，一块死在这儿好了。张天豪，你
给我放牛，放牛，放牛！你连我一个人烧死算了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居然得意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！我是你妹妹张天娇。天娇，他怎么会？没飘香，你想用我对付你们的那一套来对付我，你做梦！再说我也不会相信你。该死，你不是人！你信不信由你，不信你就烧啊！哎呦，殿下，殿下，这真的是公主，这真的是公主在这儿呢。殿下，是小的前面动了。是姐妹儿，窦乐。是啊，这么说真是天娇她。天娇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谁把你放进来的？我自己进来的。我是从谷口大摇大摆的走进来的。我要烧死李克威他们，我来凑热闹，你连我一块烧了。该死，该死的东西！天娇，你给我出去，你马上给我退出去。黑衣双卫把守着谷口。他们只放人进来，不许人出去。你胡说！就算你现在要放我出去，我也不出去。要不你就把所有的人都放出去，要不你就连我一起烧死在这儿。住口！你还不给我出去！我要你放人。办不到。那我也办不到。天骄，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，你还是这么不顾羞耻。我答应你，只放他们一次。绝不放他们的第二次。你既然不退出去，我就连你一块烧。来，来，给我烧。是。哎，叫你烧。是。哎，哎呀。真是我的亲妹妹，我能把自己的亲妹妹烧死在这不轨谷内，在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以前，我仍然姓张，我还是父王的儿子一样。住手！撤！哎，公主啊！火雨不下来，真停了啊！哎，张天昊，你烧啊！你为什么不烧了？张天昊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你听见没有？你说话呀！哎，公主啊，我看殿下他们一定是撤走了。本来嘛，这个哪有说亲哥哥烧死亲妹妹的嘛？殿下蛮有良心的啊。话没摆明，在到谷口去看看。是。启禀公主，黑衣双卫已经撤走了。我总算是救了你们。问房不测，我们还是出谷去吧。好，咱们先出谷再说吧。走。当之有愧，我
并不是要救你们。公主，您就别客气了。就是嘛，都救出来了。谢谢你。我终于听到你说一句好话，我已经满足了。咱们走吧。今生已经不可能了，来生我愿意把它交给你，可是我欠他，今生我要还己，来生我不愿意再这么苦自己。公主啊，您就何必再自苦呢？就是欠他的也已经还清了。嗯。不，只要哥哥一天不放过他，我欠他们就一天还不清。靠威，我们暂时不能回分座去。令主，怎么？因为小贼他已经知道我们分舵的所在，他一定会先到那儿去等我们。怎么，事到如今你还怕他？可恶，我怎么是怕他？我只是说，令主，咱们总该为几位护法报仇啊。我知道，我比你们几位更想替师兄们报仇，可是小贼的铁伞卫队，我们知道小贼铁伞卫队歹毒霸道，到今天想不出良策来破他。我们一直东藏西躲，一直处在挨打的地位。令主，我们现在人手够，只要有一部分人拦住他的铁扇卫队，另外一部分人……好了，这只是小贼的说法。这说法说不定有用啊。不行，我身为令主，我不能再让弟兄们这样牺牲下去了。太傻，不牺牲破不了小贼的铁三卫队，不牺牲我们要处在挨打的地位。我们不杀他，他杀我们，一旦被他找到，我们有所牺牲。我们要这样牺牲的话，我们为什么不牺牲有点代价呢？可是客位，你忘了使者是怎么交代的。使者多日不见，如今小贼能一桩赶败他，由此可见他已被小贼杀害。当日他没说明理由，到现在我们也无法去询问理由。我想他一定想架小贼之手，除去张贼身边的几大爪牙。想想看，张贼身边几大爪牙以小贼为最大，我们如今把小贼除去之后，不是胜过除去张贼身边几大爪牙吗？可是客位，飘香，你是令主，我应该听你的。但是，如今几位师兄的一连死难，我承受不了。你要原谅我。要现在不采取行动的话，我就不听你的。我征求几位自愿的弟兄们，跟我去。我带头去破小贼的铁伞卫队，为你出小贼的行动铺路。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我们愿意追随你啊！好，既然你们这么说，我就答应你们。可是，我们必须先安葬四师兄。飘香，你说，把四师兄安葬到什么地方？不能把四师兄安葬在分舵里，我们要另外找一个地方。依我的判断，
不归谷里是最适当。不归谷里？对，因为小贼张天豪，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们还会折回不归谷。等他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安葬了四师兄，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跟他以死一搏。好，咱们折回不归谷。怎么伤得那么重？是谁伤了你？小贼，铁三卫队，张天豪，小贼，假扮第一使者，把梅姑娘他们犹如一座死谷。那第一使者呢？他只怕凶多吉少。那梅姑娘给中一使一计，天桥救的，你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将军，我一直支持到他们被救在围栏，我已经坚持了。啊！我一手训练的密使绝不会泄露秘密，可把无虑，但是一时遭此创伤，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不顾一切搏杀张天豪。我不能让他们双方铸成大错，我得赶快设法阻拦他们，我得赶快设法阻拦他们。飘香，现在还不能走。现在不行，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现在我们大家都心力交瘁，怎么能再跟张贼去拼斗？如果现在再去跟他搏杀，那是大不智的行为。大家还是稍作调息之后再出发吧。令主说的有理，疲兵不宜作战，小贼却是以逸待劳。好，thank you.
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却由我而死。诛杀小贼，报仇雪恨的应该是我，怎么能再去拖累飘香、克威，跟众兄弟牺牲？六师姐，神州八戒已经去了五个，你忍心再离开我们吗？我能离开他们？是的，我应该离开他们。遭此羞辱，我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？我还有什么脸跟飘香、克威及众兄弟共事？他们不忍让我死，是他们爱惜我。可是我又怎么能爱惜我自己呢？只有你一个人来呀、啊！哼，你我之间的事情，用不着第三个人，所以我一个人来。你是不是可以屏退你的左右？你们退下。是是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哼，神州八戒不是傻子。有什么话，你现在可以说了。哼，我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我要杀了你。你们给我退下。是。姚琴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已经说过。你这是为了什么呢？问你自己，姚琴，你从来没有戒教过男人，所以你容易受骗。我也从来没有戒教过女人，不过我承认，在当初的时候，我是为了要欺骗你，要戏弄你，想要获知你们师兄妹之间的秘密。但是后来，当我看见了你，我才发现。你是我生平第一个所见到的最温柔动人的女人，所以我才动了真情。哼，还想欺骗我？不，姚琴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问你，我有没有刺探过你们师兄妹之间的机密？但是你没有机会。你错了，你已经给了我很多的机会。你已经给了我机会占有你的一切。你，我跟你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哼，真心话，真心话，你还想把我烧死在不悔谷？那是因为你自己不愿意出来，你自己愿意放弃太子王妃，你不愿意做的，所以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有狠下心肠这么做。以我张天豪的作风，我对你已经够宽厚仁慈的。你给我住嘴！神州八戒为的是除贼抗暴，
是时候，走。哎，廖石写呢？一定是瞒着咱们找小子。 怎么一会儿现在又从不归谷这个地方跑出去了吗？怎么一会儿现在又从不归谷这个地方扔往那儿去了呢？没听他们说，咱还说什么小贼吗？八成就是早殿下去了。嗯，那一定是殿下知道他们离开了不归谷，一定是要往那望那个破庙那儿跑。他现在破庙那儿等着他们呢。不对呀，他们又不是不知道铁伞卫队的厉害。 他们这一杯痛啊，就豁出去了。哎呀，真要是那个样的话，那可要腥风血雨，大热闹了。张天和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不愿意杀你。好，不杀我，我就杀你。姚琴，你就真的这么恨我？ 生长了二十多年以来，第一次动真感情，第一次钟情一个男人，没有想到你却欺骗我，恨得剥你的皮，吃你的肉。我让你杀。
要是这样能消除你心底的怨恨，我情愿让你杀。天爷，大队的乱民来了，带他们退回去，不许你们管。是。苗青，我欺骗了你的感情，你刺了我一刀，你我之间的恩情从此刻起已经是了了。梁师姐，梁师姐，梁师姐，小子，帮我几位师兄的命来。看样子你们是想斗一斗我的铁伞卫队和追魂天罗了。不是你死在我们乱刀之下，就是我们死在你铁伞卫队之下。你我是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候，走到外边空旷的地方去。怎么，小贼，你想逃？李克威，我张天豪会是那种人吗？嗯，走。殿下，您的伤，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？走，走，走。你们的人倒是来的真不少啊。小贼，是你叫我们来这么多人。不错，是我教给你们的，这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哎。看样子你们这些人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准备牺牲了。哼，抗暴出贼当然要付出代价，今天我们能杀了你，我们全牺牲了也值得。这样看起来张天豪的价码还不算低。来呀，带队杀杀杀。一身罪孽，是恶魔，是凶手。你还，公子，我是不该的。凶手，可是他毕竟是我哥哥，欠了我们哥的血债，逃过今天，我们就哪有机会了？回人！来！
我的铁伞卫队已经撤回来了，你们失去了唯一的机会。天骄，闪开！不，我能杀他。你走，你现在马上就走。天骄，你……我很少叫你哥哥，我现在叫你一声哥哥。求你看在片刻之前，我护卫你的份上，你走吧。可是，哥哥。 错过此时此地好吗？我知道，你们双方，除非是有一方完全死光，否则你们的仇恨轻易不能化解。我只求你们错过此时此地，只要别让我碰上，可以吗？哎，这，哎，公子，我也求你。 铁伞卫队已经夺回铁伞，可是我哥哥都能放过你们，难道您就不能？是他欠我的，不是我们欠他的，我不能。公子，难道你非要让我跪下来求你吗？可为，让他们走吧。拍下。男子汉，要恩怨分明，欠人家的就该还给人家。 雷姑娘，谢谢你。走，要是再往让开了，我自己会走，不走我又能怎么样？总算能挡住小贼的铁伞卫队了。 要是人手不够，咱们随时就地征教。小贼不死，绝不罢休。哎呀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简直是过河拆桥，这翻脸不认人吗？ 可不，咱们公主救他不了多少回了，哎，有多少回差也都没命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烦了，也不用为我费心，我既没感到难过，也没感到受委屈。怎么，公主，您没有？您的脾气您会？以我的脾气，那是在宫里，除了宫以外，除了父王的几个臣下。 又有谁拿我当公主看？不打我骂我，已经算是好的了。我还能冲着谁发脾气？就算是我还有些脾气，可是我经历的这些磨练，也已经都把它磨平了。比这更让人难过，比这更让人心碎，我都经历过，这么点难堪，算得了什么？ 我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是愿意永远跟随着我，还是到此为止呢？你们都愿意呀。这么说，不管我要到哪儿去，你们都跟着我到哪儿去。是啊。好，那你们现在跟我来吧。不是，元帅。 又牺牲了一位忠义之士，又损失一位我如手足的好兄弟。元帅，又是张天豪。就算将来能证实你不是张贼的亲骨肉，你又拿什么面目去对天下人？元帅，这样演变下去。 万一不幸被元帅料定，梅家或者是李家，那不是亲骨肉相残吗？我们想到的，冯将军也早已想到。唉，是。
身世至今仍然是个谜。究竟奶娘是不是别有用心呢？究竟我是不是父王的亲骨肉呢？从今以后，让我上哪儿再去找线索？上哪儿再去找线索呢？我这样为父王卖命，究竟是对还是错呢？什么人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还是有的。张天骄已经决定了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？请继续收看大地。